好，好漂亮的高山杜鹃。你们这边，行行。现在正在痛苦中，还有2.7，啊，要爬回滑雪山庄，啊，休息一下。奇莱山像这样的一个风景，我不知道是，可能回去要比对一下，就是之前地震前、地震后，搞不好有许多地形是是地震后，因为这边离花莲很近。对啊。哇，你现在看到这个有没有欣慰的感觉？快到了。走不完的下坡。我觉得应该还有一段距离耶，因为1K 其实也蛮远的。这个奇莱山步道开满了杜鹃花哎。哇，好美啊！哇，0.7K。整条路都是那个，这是什么？杜鹃。杜鹃，对。